王样等人终于战胜了多玛的神，拯救了世界。当大黑蛇被击垮以后，所有被他吞噬的灵魂全都重新回归本体，而那些已经没有肉体的灵魂则在黑魔岛少女的带领下去往了决斗怪兽的世界。达兹在战斗之后也与父亲和女儿一起回到了曾经的亚特兰蒂斯，他们将在亚特兰蒂斯幸福的生活，而王样他们则继续回到现实世界，开启他新的旅程。经过了一连串的战斗，大家已经累得爬不起来了。可是这天大家在玉家的房车里睡得天昏地暗，可一大早就有一阵十分不和谐的声音传来，没想到是雷贝卡敲锅叫大家起床吃早餐了。程之内十分郁闷，大发牢骚，就不能让他们好好睡个懒觉吗？年轻人根本不需要吃早饭嘛。几人勉强起来，这才注意到游戏好像并不在房车里。此时游戏去湖边散步呼吸新鲜空气了，王样心情十分复杂，很快就要回到日本了。等回去以后他的记忆或许就可以恢复，可记忆恢复以后自己就要与游戏他们告别，回到属于自己的世界去。他十分舍不得在这个世界认识的这些朋友们，尤其是舍不得游戏。知道王样心情如此复杂，游戏立即安慰他，告诉王样无论以后会不会在一起，他都会永远牢记两人并肩作战的这段日子。气氛正好的时候，雷贝卡和杏子过来叫游戏吃饭了。雷贝卡热情豪迈的一个草东把游戏扑倒，这美国女孩子的开放和热情还真是有点让游戏不适应呢。杏子在后面有些吃味，应该是把游戏当成王样了吧。转场后大家一起围在桌子前热热闹闹吃着早饭。现在多玛的事件也解决了，人类总算摆脱了灭亡的危险，再待在美国应该没什么意义了。可雷贝卡和玉佳都觉得游戏他们难得来一趟美国，怎么说也要好好玩几天再走啊。城之内和本田一听就来精神了，脑海中立刻涌现出一堆吃喝玩乐的计划。可大家都知道游戏着急回去帮王样恢复记忆，这可比吃喝玩乐更重要多了。一想起王样很快就要离开大家，餐桌上的气氛一下子就低沉下来，大家都舍不得王样。王样看出了大家的心思，便告诉游戏反正神之卡已经都拿回来了，恢复记忆也就不急于这一时，来都来了还是好好玩一玩再走吧。大家听了以后十分开心，就开始计划到底要去哪里玩才好。可是说着说着，城之内突然意识到一个严峻的问题，他们怎么回去？别忘记了，这几个穷鬼都是坐着贝卡斯派过来的专机来的美国，难道回去要自己买机票吗？他们几个高中生哪儿来的钱呢？没想到想啥来啥，海马公司的专机突然出现了。木马从飞机上走了下来，得知了游戏等人没有钱买飞回日本的机票，便直接表示他可以派海马公司的专机护送游戏他们回国，不过他有个条件，游戏城之内必须参加海马公司举办的 KC 大赛之最强决斗者决斗锦标赛。原来海马集团在美国建立的海马乐园已经开始试营业，经过了跟多玛的一番较量，虽然海马已经将被多玛买走的股票都收了回来，但海马集团的名誉还是受到了不小的损失，股民们对他们没信心，海马集团的股价直线下跌。所以海马打算举办决斗锦标赛，让所有人的视线再次聚焦在海马集团的身上，这样一来海马集团的股票自然就水涨船高。海马打算邀请全球高水平的决斗者参加，把气氛炒得最高点，因此木马才来找游戏他们，希望游戏可以以决斗王的身份参加，这样一来一定能吸引很多高手前来挑战的。游戏和王阳一商量，决定支持海马的工作，而游戏同意，那城之内自然也要参加。雷贝卡于是也表示自己这个全美冠军应该也有资格参加吧。木马十分高兴，立刻拿出了招待券分发给游戏等人，邀请他们去海马乐园里做客。而与此同时，在一个王宫一样的城堡里，一个长发男子正在众多女仆的伺候下在一池绿色的液体中沐浴。白头发管家走过来汇报说有邮件发来了。长发男人名叫齐格，他起身走在阳台上打开电脑，便看到了 KC 锦标赛的邮件。齐格知道这是海马公司起死回生的活动，因此还微微笑了起来，打算利用这次比赛让海马死得更彻底。另一边，游戏等人乘坐海马集团的直升机来到了新建成的海马乐园，这里设施十分豪华，各种玩乐设施应有尽有，还有一整条商业街可供人们购物。商业街步道上有一条青眼白龙雕像，差点吓到城之内，只能说海马对青眼白龙绝对是真爱了。几人随后继续参观，城之内悄悄靠近木马询问这次锦标赛有没有邀请孔雀舞呀。木马有点头疼，孔雀舞确实是在邀请人员名单中，只是现在他居无定所，根本找不到人。城之内有点失望，不过想到孔雀舞正在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努力，他的心里也很快就释然了，难得来到这样现代化的游乐场，自然要玩个够了，更何况这里一切都是海马集团报销。城之内和本田开心得不得了。木马带着大家参观了这次锦标赛决斗会场，果然还是海马的风格，会场居然搞成了青眼白龙的蛋。大家进入会场里发现决斗台上正在进行决斗，一个小男孩正在与海马集团新研发的智能电脑对决。小男孩刚刚击垮了电脑的一个怪兽，可电脑却发动了替罪羊，又打出陷阱卡 DNA 改造手术，将场上所有怪兽都改造成龙族。随后电脑还立即打出魔法卡融合，
将场上的五只龙族怪兽融合在一起，变成具有5000攻击力的武神龙。这番操作简直让围观的人们都叹为观止。木马十分骄傲地表示，这电脑可是输入了各决斗者的卡片资料，能模拟高手的打牌风格进行战斗。他还能设定对战难度，就算初学者也能开心地跟电脑玩耍。场上果然，武神龙只是一击就将小男孩的怪兽击碎。小男孩因为选的难度太高，只能血量归零输了决斗。而他刚走下台，台下围观排队比赛的小孩们就看到了王样等人。对于他们来说，决斗王武藤游戏简直是他们最崇拜的偶像。孩子们于是一拥而上，将游戏团团围住要签名。雷贝卡也被认了出来，这个全美冠军也是有一定人气的。城之内看了好羡慕，主动表示想给孩子们签名。问题是孩子们根本不认识他。城之内，谁是城之内啊？这时一个名叫李克的男孩挤到游戏面前，希望游戏能帮他看看卡组。他老是输，不知道是不是卡组有问题。游戏一看，李克的卡组全都是龙。雷贝卡表示这样一来平衡度就不够了。雷贝卡正要接着说，游戏却鼓励他说，只要有一颗喜欢卡片的心，自己就一定能变强的。说着，游戏还拿出了一张自己的卡牌送了过去，表示这虽然不是龙族卡片，但在之后的战斗中，这张卡片一定会有很大的作用的。城之内有些好奇游戏送的卡是什么，结果游戏却一直没说。李克这时十分兴奋，他登上决斗台，想跟电脑打一场试试新牌。考虑到自己的水平不高，李克将电脑难度设置成了2级。但他正要开战的时候，突然全场的灯都熄灭了，大家十分惊讶，怎么会停电了呢？木马赶紧查看，电力却突然恢复了，不过整个场馆的门却全都被锁死。雷贝卡于是走上前，连上自己的电脑查看，发现门禁系统都和决斗台上的电脑系统连接起来，看来是有人黑入了决斗系统，修改了程序。雷贝卡发现现在众人只能打败决斗电脑才能出去。场上的决斗已经开始，电脑第一回合就召唤出2000攻的愤怒的类人猿。李克一下就有些呆住了，他的卡组都是龙族的失衡卡组，且电脑的战斗等级还被强制调成了最高级，李克根本不可能打得过电脑。游戏见此赶紧跟王样灵魂互换，王样立即跳上了决斗台，他决定与李克合作。可即便是这样，大家依然十分担心，虽然王样很厉害，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面对着满手失衡的卡组，王样真的能战胜等级最高的电脑吗？所有人都为王样捏了一把汗，好在王样依旧沉着冷静，他让李克不要担心，便直接召唤出小龙守备表示，然后没放盖卡就回合结束。看来他手里是真的啥玩意儿都没有了。另一边，海马正在办公室里忙碌，忽然电脑失去控制，紧接着显示器上就出现了王样和李克的画面。海马一阵惊诧，意识到是有人入侵了海马集团的电脑系统，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当然就是齐格了。虽然他在入侵电脑系统的时候并没有料到王样会出现在决斗会场，不过这场决斗有王样参与起来肯定更有趣的。他随即起身穿戴好衣服，在仆人的簇拥下登上私人飞机，看样子要赶往海马乐园。咱也不知道为啥这些玩决斗怪兽卡牌的人都这么有钱，好像只有游戏和城之内是真正的穷人了。画面回到决斗场，此时轮到电脑系统，他发动手上的魔法卡，代价降低，既有丢掉一张牌让手卡中怪兽的等级下降2级，电脑因此直接召唤出天空骑士。接着电脑又发动永续魔法卡哥布林拦路贼，这张卡能让己方怪兽每次给予对手战斗损伤时让对手舍弃一张手卡。电脑旋即指挥天空骑士一击将王样这边的小龙击碎。而天空骑士还有特殊能力，就是攻击怪兽的时候己方与对方的攻守差值会给予对手伤害，并且还能抽一张卡，所以就这一击王样的血量就下降到了2800，另外还得舍弃一张手牌。电脑回合还没结束，他又让类人猿直接对王样发动攻击，王样血量直接降到800，又得舍弃一张手牌。这情况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怎么一回合就把王样打得几乎锁血呢？这电脑也太厉害了。李克突然觉得十分对不起王样，就是因为自己的卡组全都是龙族，导致王样现在手里根本无牌可用。可王样没有气馁，反而鼓励李克，只要我们相信这些龙族卡牌，这些卡牌也会给予我们最好的回报的。看来这就是所谓的强者从来不抱怨环境了。轮到王样的回合，他召唤蓝宝石龙攻击表示，接着发动魔法卡龙之密宝。装备这张卡的蓝宝石龙攻守数值可以提高300点，现在蓝宝石龙的攻击力变成了2200，王样指挥他一拳击碎了天空骑士，电脑终于掉了300点血。又轮到电脑回合，他召唤纽特攻击表示，纽特只有1900的攻击力却敢攻击蓝宝石龙，这让所有人都有些不懂。只见纽特果然被蓝宝石龙反击击碎，电脑再次掉血300，可电脑却因此发动了纽特的特殊效果，导致蓝宝石龙的攻守数值都下降了500点。随后电脑就指挥类人猿将蓝宝石龙击碎，这下王样的血量只剩下了可怜的500点了，他还得承受永续陷阱哥布林拦路贼的效果，再次从手卡里丢弃纸牌。此时王样的手里就只剩下了一张牌了，电脑回合也终于结束。再次轮到王样回合，他召唤洞穴的潜龙守备表示便结束了，因为这龙有2000点守备力，电脑一看类人猿无法取胜，就将类人猿当成祭品。
召唤出攻击力2400的人造人念力震慑者，人造人出马，瞬间就将洞穴的潜龙消灭。电脑回合结束，轮到王样回合，血量已经快要见底的他终于抽到了自己最想要的那张卡。于是王样召唤了宝贝龙守备表示，随后发动永续魔法卡凡人的意志。这张卡就是之前游戏送给李克的，其牌面看起来竟十分像城之内，而且凡人又可以译为反骨庸才，正好是海马对城之内的昵称啊，这让本田和玉家的人全都笑了起来。再次轮到电脑回合，他召唤了杀手蛇攻击表示，随后又让人造人击碎了宝贝龙。现在王样身前已经没有怪兽了，电脑指挥杀手蛇攻击王样，王样的血量下降到200点，电脑回合结束。李克此时十分震惊，他发现200点血量的王样还要坚持战斗，且明明就没有手牌了，所以这才是决斗王吗？终于轮到王样回合了，在他抽卡的瞬间，永续魔法凡人的意志效果发动。这张卡的效果是王样如果抽到普通怪兽，把这张卡让对手看过后，就可以再抽一张卡。王样这回合抽到的是诅咒之龙，他给电脑看了一眼以后又抽卡，这一次抽到了凶魔龙，还是一张普通卡。于是王样再抽出了守城的翼龙、钻石龙、伏地龙、暗黑之龙王，台下的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王样抽出一张又一张卡。最后王样终于召唤出了灵魂龙，并让灵魂龙直接攻击人造人。灵魂龙的特殊效果是在战斗的时候，每丢弃一张龙族卡进墓地，灵魂龙的攻守数值就提高1000点。王样将手中的六张龙族卡都丢到墓地里，灵魂龙的攻击力飙升到7000，这一下子打过去不但击碎了人造人，还让电脑血量直接归零。所有人都为这次的胜利而欢呼，如此不平衡的卡组竟然只用一张牌就化腐朽为神奇，决斗王果然名不虚传呢。而当大家走出竞技场的时候，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也十分调笑王样用来翻盘的卡片竟然那么像城之内。城之内问王样，你那张卡是怎么回事啊？王样赶紧把游戏叫了出来，于是城之内一把拉过游戏，你不会认为我也是庸才吧？这时海马乘坐直升机赶到现场，看到弟弟安然无恙，他也总算放下了心。海马告诉大家，公司电脑确实被人入侵了，不过他已经将入侵者赶了出去，还让手下加强对海马乐园各处的监管，力求保证 KC 大赛能顺利举行。晚上游戏等人跟着木马出席了这次的 KC 大赛的晚宴，在晚宴现场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决斗高手，游戏与大家热情打招呼，游戏还收到了一个大姐姐决斗者的热情拥抱，让雷贝卡和杏子都相当不爽。另一边，海马得到下属通报，有一个选手还没到，海马于是对下属表示，如果时间到了他还不来，就算弃权。但就在这时，这个选手终于姗姗来迟，只见他一头粉红色长发披肩，手握蔷薇花，看着如同中世纪的贵族王子一样气质优雅，他就是之前一直给海马捣乱的齐格。最后一名选手到了，晚宴正式开始，各位决斗者全都站在舞台上与大家见面。这些决斗者都是来自各行各业，每个人都是各国的精英翘楚，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决斗城市的冠军王样，他将作为此次 KC 锦标赛的卫冕冠军，与决斗者们一决高下。也就是说，想与王样交手，首先要赢得此次锦标赛，这要求也是十分苛刻了。选手们对战的顺序将由电脑自由匹配，直到比赛前一刻，大家才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听到这个消息，每个人都摩拳擦掌。第二天一早，万众瞩目的 KC 锦标赛终于开赛了，硕大的场馆里座无虚席，参赛选手们全都站在台上等待着电脑分组，王样则难得悠闲地坐在观众席，光是现场的气氛就足够让人热血沸腾了。只不过沸腾的不只是王样，台上的城之内、台下的本田简直就跟两只猴子一样上蹿下跳，丢人丢到姥姥家了。很快在众人期待的氛围中，木马缓缓升上主席台，为大家宣布大赛规则。所有参赛选手分为 AB 两组进行淘汰赛，最后胜出的人将成为光荣的初代 KC GP 王者，然后这个王者就可以向王样发起挑战。现在电脑抽签开始， A 组第一场对决的两位选手就是城之内对战岩石假面，城之内因此兴奋地表示一定要取得胜利，揭开岩石假面的真面目。然而场下游戏等人看着岩石假面越看越眼熟，这人不就是爷爷吗？这时 B 组第一场对战双方也确认了，分别是雷恩和医生，战斗即将开始，游戏正要羞红着脸上台讲话，不料青眼白龙飞机突然出现在半空中，海马背着骚气的火箭背包从天而降，落入舞台上，并且还直接要过话筒，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简直是出尽了风头。不过海马表面上是来为大赛呐喊助威的，实际上是来观察可疑人有没有到场，他要努力保证大赛的正常进行。淘汰赛的赛场都是在海马乐园的各项设施中进行的，只有胜利者才能回到这个会场。A 组的比赛场地是亚马逊漂流区， B 组的比赛场地是水上过山车。 B 组的两位选手很快到达了比赛地点，洗过牌以后战斗就要开始，可 A 组的岩石假面出现却唯独不见城之内的身影，
观众席上的游戏等人因此看着屏幕越点担心。于是这时城之内才一手一个大热狗大摇大摆的在会场里出现。木马看到城之内气得脸都绿了，你到底想不想比赛啊？开战后十分钟要是无法到达赛场的话就不战而败了呀。这下城之内才开始着急了，嚎叫着奔向亚马逊丛林，连木马在后面叫他都没听到。游戏等人也不想在观众席上看了，紧跟在城之内身后冲出会场。一行人坐上小船，很快到达森林边缘。城之内根本不看路，跳下船就是一路狂奔，然后他就掉下陷阱了。只能说这果然是真正的亚马逊丛林，四处都是危机重重。吊桥下的水池里爬满鳄鱼，一条普通的丛林小路上一言不合就落下滚石，草丛里藏着毒蛇和蝙蝠，海马集团要不要做得这么逼真呢？不过看多了游戏等人也反应过来了，这些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动物，只是虚拟影像罢了。不过城之内不知道这些，他跟这些虚拟影像斗智斗勇，斗得筋疲力尽，眼看还有20秒比赛就要开始，最后关头他才赶到了比赛场地。城之内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一抬头竟然发现木马也在这里。为啥木马比他出发晚还先到呢？木马说本来是有工作人员通道的，他刚想带城之内走，一抬头发现城之内已经跑没影了。此时一直沉默的岩石假面终于开口了，城之内终于赶上了，不愧是我的弟子呀。然而话说到一半，岩石假面赶紧就将话咽了回去。但这样一来，众人都心照不宣了，这假面就是爷爷嘛。只不过迟钝的城之内似乎还是没有发现，反而说要打败爷爷，撕下爷爷的真面目。一旁霍普金斯教授也出现了，原来他早就知道爷爷要参加比赛的事情，只不过他以为爷爷的身份一定很快就会露馅，没想到爷爷竟然抽到与城之内对战，看样子他身份的秘密还能多坚持一会儿了。本田问木马，到底是谁的主意啊，把这么大岁数的老头也邀请过来了。木马说这是爷爷自己非要上的，大家无奈了，只好看着老顽童爷爷和缺心眼的城之内摆好姿势，师徒决斗正式开始。第一回合城之内抢得先手，他召唤地形剑士攻击表示，又盖上两张卡结束。轮到爷爷回合，他也是盖了两张卡后召唤彷徨的木乃伊攻击表示就结束了。城之内于是抽卡后召唤小翼守卫，随后指挥地形剑士攻击木乃伊，可地形剑士的攻击力根本不够啊。不过城之内虽然反应迟钝，但是加减法还是会算的，他同时发动了速攻魔法天使的头子。然而爷爷是城之内的师傅呀，对他的小伎俩了若指掌，爷爷因此也直接启动盖卡永续陷阱传说的赌徒。城之内有头子，爷爷也有，如果爷爷扔出的点数高于城之内，那城之内的头子就无效。两个头子在场地中间碰撞，城之内投出了4点，而爷爷则是6点，所以地形剑士显然无法增加攻击力了。不过城之内没有放弃，他还有恶魔的头子。然而他忘记了爷爷那张传说的赌徒是永续陷阱卡，也就是说无论何时只要城之内丢头子，爷爷都能跟着一起丢。只见两个头子再次碰撞，城之内是5点，而爷爷还是6点，所以城之内两张卡全都失效。木乃伊和地星剑士以原始攻击力硬拼，结果自然是地星剑士被击碎，城之内掉血1000点。还好城之内还有一个小翼守卫，他在结束阶段让小翼守卫改成守备表示，随后结束了回合。只能说爷爷不愧是城之内的师傅，一开战就把城之内拿捏得死死的。轮到爷爷回合，他抽卡后打出盖卡绝对不可侵领域，这张卡既由在准备阶段舍弃一张手卡发动，下次双方回合将无法进行通常以及特殊召唤。随后爷爷又发动永续魔法卡噩梦之蜃气楼，这张卡在对手的准备阶段可以将自己的手卡抽到4张为止，不过在自己的准备阶段就要丢掉相同张数的手牌。爷爷最后盖上了一张卡结束，这些卡片看似漫不经心，实际上张张都针对城之内，明显已经将城之内的套路完全看透了。师傅不愧是师傅呀。轮到城之内回合，他抽卡的时候爷爷根据蜃气楼的效果抽了3张卡，城之内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反正到你的回合你也要再丢弃3张，可爷爷笑了表示不是这样的呀小伙子，我还有盖卡应急食品呢，这张卡可以把场上的一张魔法卡或陷阱卡送去墓地并增加1000点血，所以爷爷抽完卡直接将蜃气楼给扔到了墓地里，自己的血量还涨了1000点变成了5000，这下他就不用丢牌了。这一套操作果然比强欲之狐还高超，城之内气得恨不得召唤一个怪兽一口气把爷爷吃掉，但他这回合不能召唤任何怪兽，只能不情不愿的结束回合。轮到爷爷回合，他发动场地魔法卡古之都，于是只见一个巨大的犹如祭坛一样的建筑在爷爷的身后出现。爷爷将木乃伊作为祭品，召唤攻击力2200的古之巨人攻击表示，这张卡如果没对对方怪兽发动攻击，卡片的控制者要掉300点血。不过爷爷血后自然不在乎这点，他旋即又发动永续魔法卡古之药，用出这把钥匙后，爷爷召唤出两只攻击力400的石巨人衍生物攻击表示，毕竟这两个衍生物要是没对对方发动攻击，控制者就要掉500点血了。爷爷首先指挥古之巨人击碎了小翼守卫，之后又指挥巨人衍生物攻击城之内，让城之内血量下降到了2200，爷爷的回合才结束。
轮到城市那回合，他召唤哥布林突击部队攻击骨质巨人，结果爷爷再次打开盖卡，发动永续陷阱卡旅人的试炼。这张卡在对手怪兽攻击时发动，自己可以选择一张手卡，让对手猜测手卡的种类，如果猜错，那攻击怪兽就要回到持有者手中。于是爷爷拿出一张手卡放在城之内面前，小伙子，你不是喜欢赌吗？那就来猜一猜这究竟是什么种类的卡吧。这时城之内才意识到小赌怡情，大赌伤身，可是他也只能硬着头皮上，随便蒙了一个魔法卡，结果城之内还是猜错了，爷爷手里的卡是一张怪兽卡。哥布林突击部队这下只能停止攻击，回到手牌里。城之内盖了一张卡结束，爷爷也有些得意地告诉城之内，看样子你的运气已经离你而去了呀。这让城之内急了，自己靠的是实力，是实力啊。轮到爷爷回合，他让骨质巨人直接对城之内发动攻击，但城之内打开盖卡替罪羊，巨人的拳头只是打碎了一只小羊，城之内毫发无伤。不过爷爷并不气馁，旅人的试炼是一张永续陷阱卡，只要城之内发动攻击都要先玩猜谜游戏。城之内看着爷爷这永续陷阱都有点发愁了，不过他可不认输，接下来我一定会猜中你的手牌种类的。爷爷的回合还没有结束，他又发动了永续魔法卡骨质输物，这张卡的效果可以让玩家的一张手卡和卡组最上面的卡交换。城之内都快气死了，他本来已经知道了爷爷手中的卡牌正是之前自己猜过的怪兽卡，却不料爷爷竟然把他跟卡组里的卡交换了。城之内很想大骂爷爷不讲武德呀。爷爷摇着手指，最后又将两只石巨人衍生物改为手背表示，便结束了回合。不过因为石巨人衍生物这一轮没有攻击，所以爷爷的血量下降1000点，这让王样有些不理解，为什么爷爷不发动攻击呢？轮到城之内回合，他再次召唤哥布林突击部队攻击表示，可是最后城之内也没有发动攻击，就结束了回合。身为徒弟的城之内果然被爷爷吃得死死的。别看这边城之内他们打牌打得险象环生，另一边的雷恩和医生则早早结束了决斗。医生被雷恩打败，一时间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整个人晕了过去，被他带来的护士推走了。与此同时，恐龙龙骑和昆虫雨鹅两个倒霉孩子正在荒野徒步，终于两人来到了海马乐园。他们身为日本的冠亚军，也想参加这次的 KC 锦标赛，只可惜海马根本没邀请他们，他们只能厚着脸皮自己来了。爷爷与城之内打得十分激烈，爷爷为了维持骨质输物，将杀手蛇送入墓地，然后发动杀手蛇的特效。在准备阶段，如果杀手蛇在墓地里，就可以回到手上。城之内气得七窍生烟，所以你个蒙面大变态是故意在戏耍自己吗？爷爷表示自己其实一直在寻宝，那宝物就是沉睡在骨质都中的传说之龙。现在爷爷已经集齐了所有的解封条件，他将两只石巨人的衍生物改为攻击表示。骨质都的大门打开了，攻击力2800的古代龙从里面飞出。霍普金斯教授看着古代龙十分感慨，想召唤古代龙必须集齐骨质门、骨质药、骨质书物、骨质巨人以及两只石巨人衍生物，这些卡片光是集齐就十分困难。爷爷和教授已经找了很多年，爷爷也是在最近才找到骨质门这张卡片的，所以爷爷来参加这次比赛其实就是想将古代龙召唤出来给大家看看。要知道在决斗场上一次集齐那么多怪兽和道具也是难于登天，好在爷爷终于做到了。这次决斗的输赢已经不重要了，爷爷现在已经是自己的赢家，他在尽情地享受着这场决斗。爷爷开始攻击了，他让古代龙攻击哥布林突击部队，这一下不光哥布林突击部队被干掉，就连三只替罪羊都跟着碎了。原来古代龙的特殊效果是在战斗中击杀对手怪兽后，可以连带破坏对手场上所有守备怪兽。城之内的血量已经掉到了1700，心情也跌到了谷底。他原本还以为古代龙没什么了不起的，但现在却感觉自己好像掉入了一张网，无论做什么对方都能从容应对。他慌乱地看向游戏等人，朋友们为他呐喊助威，让他放松精神享受战斗的过程。有了朋友们的鼓励，城之内才重新振作起来。轮到城之内的回合，他发动手卡命运的宝扎，这张卡可以在扔出骰子以后，从卡组中抽出与骰子点数相同张数的卡，再从卡组中除去相同张数的卡。城之内再次扔出骰子，而爷爷也发动永续陷阱卡传说的赌徒。结果城之内得到了朋友们的鼓励后，骰子点数难得的比爷爷高了一点。城之内开心地抽出一堆卡，并从中发动魔法卡集结地星战队。这张卡可以将手卡中含有地星的等级在3以下的怪兽全都以攻击表示召唤出来。城之内于是一口气召唤了地星冲士、地星骑士和地星格斗士，然后他用这三张卡作为祭品召唤出攻击力2800的闪电战士攻击表示。闪电战士发动特殊效果电闪雷鸣，当主人用三张怪兽卡召唤闪电战士的时候，闪电战士就可以破坏对手场上的所有怪兽。因此爷爷好不容易召唤出来的古代龙就这样被城之内的闪电战士击碎了。城之内还要让闪电战士继续攻击，爷爷拿出手卡让城之内猜种类。这次城之内毫不迟疑地猜出那是一张怪兽卡，就是那条扭来扭去的杀手蛇。这下闪电战士对爷爷发动了攻击，爷爷血量下降到了1200，
可城之内还没来得及长出一口气，就看到刚才被自己打碎的古代龙居然再次从古之门中飞了出来。爷爷说这是古之都的特殊效果，古代龙受到神殿的保护，是不死之身，即使被击碎了也会特殊召唤回来的。轮到爷爷回合，他指挥古代龙攻击闪电战士，两边的攻击力都是2800，结果古代龙和闪电战士同归于尽了。然而古代龙可以特殊召唤回来，所以只有闪电战士受伤的世界达成了。爷爷的回合结束，轮到城之内回合，他发动了强欲之壶，抽了两张卡，其中一张卡便是魔法卡飓风，这是一张可以让场上所有魔法卡陷阱卡回到玩家手上的卡片。不过城之内还有一张过早的埋葬，他得好好计划一下到底如何出牌了。城之内突然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快乐，他想起刚跟爷爷学打牌的时候，就是这样在脑海里不断构思着战术，从中真切地获得了打牌的乐趣。现在这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他好像明白了打牌的真谛。城之内随即发动装备魔法过早的埋葬，通过支付800点血量从墓地里复活了哥布林突袭部队，然后发动飓风将场上的所有魔法卡陷阱卡全部吹飞，爷爷辛辛苦苦搭建的神殿也因此消失在飓风当中。接着城之内又再次发动过早的埋葬，将闪电战士复活。城之内生命值还有100点，他指挥闪电战士再次袭击古代龙。这一次古代龙跟闪电战士终于彻底的同归于尽，城之内见此立即让哥布林突击部队对爷爷发动攻击，爷爷一把老骨头就这样被一群哥布林打到血量归零。战斗结束后，爷爷摘掉了面具，城之内看到真的大吃一惊，果然所有人都看出来了，只有城之内被蒙在鼓里。爷爷表示自己看到城之内有如此进步也十分满意，他希望城之内可以再接再厉，争取成为锦标赛的冠军。城之内一行人刚刚从决斗场走出来，发现第二轮决斗已经开始， B 组的选手竟然是全美冠军雷贝卡和亚洲决斗女王薇薇安的对决。两位女选手的决斗自然备受瞩目，尤其薇薇安是个丰腰腿长的大美女，爷爷看了心神荡漾，恨不得长出翅膀飞到大美女身边为她加油助威。城之内等人也很无奈，你不给好友的孙女雷贝卡加油，反而要给雷贝卡的敌人助威，这么见色忘义，霍普金斯教授知道吗？显然老天也看不过去了，爷爷太过兴奋，一下子把腰给扭了，直接躺在地上起不来。这回他只能目送孙子们去现场观战，自己老老实实地跟着霍普金斯教授去医务室休养了。另一边，在选手休息室，一个穿着黑色长袍的选手正要去厕所，不料被人盯上了。原来恐龙龙骑和昆虫雨鹅终于潜入了海马乐园，他们也想参加比赛，可是根本没有邀请函，所以只好从其他选手身上下手。他们将黑长袍的衣服扒了，然后绑起来关在厕所，两个人套着一件衣服歪歪扭扭地出了门。他们打算代替黑长袍去参加决斗大赛。此时雷贝卡和薇薇安已经洗好牌准备战斗了，薇薇安有点失望，要是对手是游戏或者海马的话，就能用自己华丽的技巧和迷人的魅力赢得他们的好感了。雷贝卡一肚子的气呀，居然敢觊觎自家游戏，就冲着这一点就绝对不能放过他。决斗开始，薇薇安率先发动进攻，他召唤出攻击力1700的功夫娘娘攻击表示。轮到雷贝卡回合，他抽卡后发动魔法卡天使的施舍，从卡组中抽三张牌并丢弃两张。随后雷贝卡召唤出攻击力1300的岩爆少女攻击表示，随后干了两张卡结束。这时游戏等人总算到达了决斗地点，两个女生看到他们来了，火药味就更浓了，这场决斗直接化成游戏争夺战，好像谁赢了谁就能得到游戏一样。又轮到薇薇安回合，她的功夫娘娘发动特殊效果，攻击表示的回合如果没有发动攻击的话，攻击力会上升300点，所以现在功夫娘娘的攻击力到了2000。薇薇安在召唤攻击力1750的僵尸人攻击表示后，便指挥功夫娘娘攻击岩爆少女。可雷贝卡等的就是这一刻，她发动永续陷阱卡超重力网，只要这张卡在场上，等级在4以上的怪兽就无法攻击，因此薇薇安的功夫娘娘和僵尸人攻击被封印，薇薇安只好被迫结束。不过她倒是很好奇，这张卡一出，雷贝卡自己也不能攻击了，他都要看看小姑娘打算用什么办法战胜自己。轮到雷贝卡回合，他发动了沉睡在墓地的堕天使玛丽的特殊效果，在准备阶段可以增加自己200点生命值。现在雷贝卡血量4200，他又发动岩爆少女的特殊效果，在自己回血的时候，对手会减少500点血，所以就算雷贝卡不攻击，薇薇安也会掉血的。雷贝卡最后盖了一张卡结束，薇薇安真的气坏了，他发动魔法卡旋风，打算破坏掉雷贝卡的超重力网，结果雷贝卡立即掀开永续陷阱卡王宫的赦命，让场上所有魔法卡无效。随后雷贝卡又发动替罪羊，让薇薇安完全找不到下手的时机。一旁观赛的本田十分好奇，为什么替罪羊这个魔法卡能发动呢？游戏说在数张魔法陷阱卡一起发动的时候，系统会从最后一张牌的效果开始按顺序处理，因此替罪羊会先于王宫的赦命发动，而王宫的赦命先于旋风发动，所以旋风自然无效。
薇薇安血压都快升高了，不能用魔法卡，也不能用四级以上的怪兽，他只能抽卡后召唤低等级的反怒的熊猫攻击表示。不过熊猫攻击力虽然只有800，但对手场上没有一只怪兽，他的攻击力就会上升500，所以熊猫攻击力一下提升到3300了。薇薇安让熊猫击碎了一只替罪羊，然后发动熊猫特殊效果，如果攻击力超过刚才攻击怪兽的守备力，就给对方玩家差值的伤害。于是熊猫攻击力下降500点，雷贝卡血量却直接变为了900。薇薇安傲娇的想让雷贝卡投降，但雷贝卡再不会理他呢。轮到雷贝卡回合，面对着艰难的局势，他壮士断腕，自行把王宫的生命摧毁了。而因为墓地里堕天使的效果，他恢复200点血，又用岩爆少女的特殊效果让薇薇安掉血500。雷贝卡随后发动魔法卡衍生物收获技，将自己的所有魔法衍生物破坏，这样每破坏一只衍生物就会回血800点。这一下雷贝卡的血量就涨到了3800，并且由于场上怪兽少了，熊猫的攻击力只剩下了1300。雷贝卡因为又加了血，岩爆少女的效果再次发动，让薇薇安血量掉到了2500。然后雷贝卡召唤注射天使莉莉攻击表示，他支付自己2000点血量，提升莉莉3000点攻击力。于是攻击力3400的莉莉就举着巨大的针管一下子扎到熊猫身上，熊猫当场被击碎，而薇薇安的血量就降到了900。雷贝卡终于结束回合，薇薇安真是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羞辱，作为一个美女斗士，她还没输给对面这样的小萝莉呢。她愤怒地发动魔法卡五色祥云，将场上的僵尸和功夫娘娘作为祭品，特殊召唤出攻击力2500的皇帝龙淑女。薇薇安告诉雷贝卡，这个怪兽的效果是以不能攻击为代价，每回合发动一次破坏场上一张魔法卡或陷阱卡的效果。薇薇安先破坏了超重力网，又发动魔法卡书仙激愤，让有魔法卡或陷阱卡的玩家遭到1000点伤害。这下雷贝卡血量降到500，薇薇安放肆大笑，觉得雷贝卡这个天才少女太可笑了，果然只有自己才适合待在游戏身边呢。轮到雷贝卡回合，他也没有放弃，继续用墓地中的堕天使给自己加血，又用岩爆少女给薇薇安减少血量。现在雷贝卡血量700，薇薇安只有400，他用岩爆少女和莉莉做祭品，召唤出攻击力2800的守护天使贞德，随后又发动魔法卡沉默的死者，用这张卡将墓地里的岩爆少女以守备表示复活。这样雷贝卡用贞德击碎了皇帝龙淑女，薇薇安的血量刚好剩下100点，但贞德攻击之后却又让雷贝卡血量恢复到了3200，因此雷贝卡最后利用岩爆少女的特殊效果，终于一下让薇薇安血量彻底归零。雷贝卡赢得了这场比赛，他神气活现地跑到游戏面前，一把将人抱住，然后冲着薇薇安好一通显摆。薇薇安气得快哭了，就连一边的杏子都跟着吃醋。 KZ 的每一场比赛都十分顺利地进行着，海马在总控制室看着眼前的一幕幕，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太安静了，那个入侵电脑系统的家伙怎么突然就销声匿迹了呢？海马忽然意识到那人很可能已经混在了参赛选手当中，他马上命令手下去重新调查所有决斗者的身份。另一边，恐龙龙骑和昆虫雨鹅顶着黑长袍来到决斗场，他们的对手正是齐格，可两个熊孩子走路不小心绊倒在台阶上露了馅，木马一看就要把他们轰出去，不过齐格觉得无所谓，反正无论对手是谁他都会赢的，但不战而胜就不完美了。于是二v一的战斗正式开始，没想到恐龙龙骑和昆虫雨鹅刚出完牌，才第一次轮到齐哥的回合，他就发动魔法卡女武神的骑行，召唤出一堆骑行少女，少女们围着一只大昆虫和一只大恐龙转圈圈，随后花瓣龙卷风拔地而起，将两只怪兽罩住。等龙卷风消失，两个熊孩子的昆虫女王和暗黑恐兽就消失不见了，恐龙龙骑和昆虫雨鹅4000的血量也瞬间归零。这是出 bug 了吧，怎么能一下子就将对手秒杀呢？齐哥的操作让看到战斗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很快 KC 锦标赛的八强已经出炉，四分之一决赛即将开始，城之内匹配到的对手就是齐格，王爷劝城之内好好收拾一下手卡，毕竟其他选手都根据对手重新调整了战略，可雷贝卡和玉佳都说城之内完全没必要，毕竟一个赌王就是看运气，手卡什么的都是次要的，城之内气得想打人了。战斗即将开始，参赛选手们就要奔赴各自的决斗场了，城之内想跟对手友好的交流一下，却遭到齐格的冷眼。齐格表示他从不跟失败者交流，城之内跟他对战获胜的概率连1%都没有。城之内不服了，好歹自己也是决斗城市的前四强好吧。然而齐格根本不买账，扭头就走。这时木马过来告诉大家，由于之前海马集团的电脑被外来入侵，哥哥加强了防火墙系统阻挡所有外部攻击，所以那个捣乱者很可能已经混入了参赛选手当中，从内部进一步破坏锦标赛。木马希望游戏等人可以帮忙留意一下，如果发现可疑人士立刻告诉他。游戏觉得十分可惜，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让世界各地的决斗者们能聚在一起交流比赛，可偏偏有人却想要破坏这次盛会，真不明白对方怎么想的。
而几人的谈话的内容被躲在一边的薇薇安听得清楚，小姑娘的充满智慧的眼神告诉大家，她可能有想法了。四分之一决赛终于要开始了，大家这次依然是在游乐场的不同地方决斗，有人在鬼屋里，有人在剧场里，有人在摩天轮上，城之内和齐格则被分配在地底历险区。游戏等人自然也来到现场为城之内加油。四场比赛同时开始，城之内这一组在双方替对方洗牌后，由城之内率先进攻，他意气风发地打算大展拳脚，然而一看手里的牌立刻就怂了，居然没有一张能召唤的怪兽卡，城之内无奈之下只好扣了一张卡便结束了。轮到齐格回合，他发的魔法卡天使的施舍，从卡组里抽了三张卡又扔掉两张，不过他也没有召唤，只是盖上了一张卡后结束。游戏和王样有些奇怪，他们总感觉那家伙一定还有什么阴谋。此时城之内得意的哈哈大笑，原来你也没有怪兽卡呀，这傻孩子一句话就把自己的智商给暴露了。不过齐哥也没有在意城之内，他一直盯着墙上的监控摄像头，齐哥知道海马一定在摄像头另一端监视着自己，他随即看了一眼表，知道时间到了。而就在这时，海马集团的电脑系统中突然出现大量错乱代码，一时间整个乐园里很多娱乐设施全都出了问题，尤其是选手决斗的几个场地。城之内身边立刻涌起大量岩浆，眼看就要将中间的空地吞噬，作为决斗场地的摩天轮转动也突然异常起来，在里面决斗的人东倒西歪，根本站不住。剧场这边也陷入了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至于鬼屋里僵尸的棺材更是一会儿关一会儿开的没完。要知道这可是面向世界同步直播的大赛，如果海马乐园游乐设施失控的消息被传出去，那海马乐园以后肯定没人光顾，海马集团的股票更是要跳水一样的下跌了。可海马这边一时间根本没法破解这作乱的电脑程序，他感觉这很可能是对方在第一次入侵系统的时候在系统里埋下的定时启动病毒。海马看着面前的监视画面，到底是谁会这么做呢？应该不是雷贝卡，这小姑娘虽然电脑水平很高，但是人还挺好，挺单纯的。这时海马突然想起了一件事，自己当年曾经跟着钢藏狼参加酒会，在酒会上见过一个男孩，那男孩说酒会无聊，要增加一点乐趣，于是随后酒会的电脑系统就被病毒入侵了，这一切正是那个小男孩的杰作。海马不记得那小男孩的长相了，但是总隐约感觉那小孩的气息跟今天这个攻击海马乐园的黑客十分相似。在火山频频爆发的地下，城之内丝毫不为所动。轮到他的回合，他终于唤出地星冲士攻击表示，又从手卡发动装备魔法地星机枪给地星冲士装备上，让地星冲士的攻击力提升到1500。城之内指挥着地星冲士对齐格发动攻击，齐格立即发动陷阱卡沃坦的裁决，在敌人发动攻击的时候将手上的一张魔法卡与卡组最上面的卡交换，然后开始洗牌抽卡，对方怪兽的攻击就无效且回合强制结束。游戏看到这情景，认为齐格的做法不只是想让城之内结束回合，更是为了抽到新的手卡，他的卡组里一定有什么秘密。城之内的回合结束了，轮到齐格的回合，他发动魔法卡强欲之狐，随后发动抽到的魔法卡智慧女神艾尔德的引导。智慧女神能看到未来、现在和过去，手卡就是未来，场上就是现在，墓地就是过去。所以因为这张卡的特殊效果，齐格将一张魔法卡送去墓地，并从墓地里取回了一张陷阱卡盖在场上，然后齐格就结束了。决斗进行到现在，他居然还是没有召唤怪兽，大家都好奇，难道这么半天齐格手上都还没有怪兽卡吗？王样总觉得齐哥肯定是在等某张卡的出现。此时齐哥不由自主地又看了一眼监控，他知道海马乐园现在已经乱了起来，他也十分期待看到海马慌张的表情。齐哥一边打牌一边看监控的样子被城之内发现了，他暴跳如雷，指责齐哥跟他打牌不专心，这是看不起自己吗？轮到城之内回合，他将地星冲石当成祭品，召唤出人造人念力震慑者攻击表示，城之内利用人造人的特殊效果让场上陷阱卡无效，果然将齐格的一张盖卡直接击碎。城之内又指挥人造人直接对齐格发动攻击，齐格直接中招，血量掉到了1600，也让他不爽到了极致，决定一定要城之内好看。再次轮到齐格的回合，他终于抽到了自己想要的卡，果然就是那张女武神的骑行，这正是将恐龙龙骑和昆虫羽鹅直接秒杀的卡牌。齐格举起那张牌打算故技重施，将城之内直接秒杀，只见城之内边上突然喷射出数道熔岩，在激昂的音乐中，一个小太阳一样的东西在半空发着刺目的光芒，女武神们就要现身了，城之内真的顶得住吗？果然齐哥召唤出来四个女武神，每个人的攻击力都有1600。齐哥先发动女武神茨维特的特殊效果，他被召唤时会破坏对方一只怪兽，城之内的人造人念力震慑者因此被茨维特一剑砍成两半。随后齐哥又发动女武神阿尔特斯特的特殊效果，把对方的一只怪兽从游戏中除外。不过城之内面前已经没有怪兽了，阿尔特斯特就可以用人造人2400的攻击力去攻击城之内。紧接着齐哥索性指挥所有武神一拥而上，打算一波将城之内送走就完了，结果等女武神们停止攻击，城之内居然还剩下800点血，
齐哥都怀疑自己的数学能力了，这几个女武神的攻击力加起来肯定比程之内的血量高啊。程之内傲然地表示，其实你第一次攻击的时候我就发动了魔法卡超强精力技，这张卡在己方面前没有怪兽且敌方怪兽的攻击力总和高于自己生命值的时候才能发动，可以让自己血量变成之前的两倍。齐哥没想到程之内这么能扛，只好盖了一张卡结束。而女武神们在回合结束后则全都发动效果回到了卡组里，齐哥让女武神们先休息休息，接下来再把程之内干掉。此时海马正在控制室里双手如飞的敲击键盘，一通操作猛如虎，海马很快就稳定了系统，多个不正常的游乐设施也重新变得正常起来。齐哥倒也不奇怪，以海马的能力解决不了这些事才不对劲呢。不过他很好奇海马到底能不能找到他。其实海马自从想起小时候的事就对齐哥另眼相看了，他让手下去调查齐哥的身份背景，着重查查他与施罗伊德家族有什么联系。城之内的决斗没有受外界影响，正好轮到他的回合，城之内召唤地星剑士去攻击齐哥。齐哥发动陷阱卡福利家的仲裁，这张卡把墓地中的沃坦的制裁除外之后，可以让对手每个回合造成的战斗伤害也无效，地星剑士的攻击因此丝毫不能影响齐哥。城之内无奈之下盖了一张卡后结束。轮到齐哥回合，他发动魔法卡尼泊龙根的财宝，让地星剑士装备上尼泊龙根的指环，然后自己连抽五张卡。他旋即打出新抽到的魔法卡，司掌命运的女武神三姐妹，她们分别是女武神乌尔德的裁断、女武神贝尔丹迪的引导和女武神斯库尔德的托宣。这里忽然有一种感觉，看样子齐哥的卡组里应该就没有男性怪兽了。齐哥骄傲地告诉城之内，女武神乌尔德每回合都可以发动特殊效果，能观看对方卡组上方三张卡，并且改变顺序。说着，齐哥就让城之内展示了三张卡，并改变了卡片的位置。随即，女武神贝尔丹迪又发动特殊效果，也是一回合一次。通过宣言对方卡组最上面的卡的种类，如果正确就将那张卡强制盖到场上。因为刚才看过了卡片，齐格自然轻松地说中了城之内最上面的卡，那张卡就被盖到了场上。接着女武神斯库尔德发动特殊效果，同样是一回合一次，只要宣言对了对方的盖卡就可以将这张卡从游戏中除外。于是这样一套 combo 下来，城之内不光被看了手牌，漆黑之爆战士也被除外了。轮到城之内回合，尼泊龙根的指环效果发动，城之内将无法控制地星剑士，但他可以抽两张卡。然而如果城之内抽的卡里要是有怪兽，就必须丢掉一张。刚才齐哥已经看了城之内最上面的三张牌，知道剩余的两张卡里有暗龙之黑骑士，齐哥的这套操作行云流水，几乎精准地堵死了城之内每一条攻击的路。无奈之下，城之内只好发动永续魔法危险机器六型，这张卡在准备阶段会滚动，根据出现的数字发动不同效果。程之内知道自己只能开启赌王模式了。轮到齐格的回合，他再次发动三个女武神效果，将程之内的哥布林突击部队除外。齐格盖上一张卡后结束。程之内的回合到了，齐格知道程之内会抽出怪兽卡，就让程之内把那张卡丢弃。不过程之内并没有绝望，这时他的危险机器开始转动，出现了数字三，代表着可以再抽一张卡。这下程之内终于能召唤攻击力500的一刀两断侍卫攻击表示了。然而齐哥就是不想让程之内这个臭男人碰自己，他掀开了永续陷阱卡洛格之夜，只要这张卡在场上存在，攻击力2000以下的怪兽就无法攻击。程之内没有放弃，他发动了盖卡天使的头子。赌王傲然表示，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自己肯定不会输的。然而可惜的是，天使的头子只投出了3点，这样一来1500点攻的一刀两断侍卫就无法攻击齐哥了。程之内错失了直接干掉齐哥的好机会，也只能盖上一张卡结束。再次轮到齐格回合，三个女武神的 combo 继续发动，又除外了城之内的一张怪兽卡。随后他又发动魔法卡百鸟少女，能特殊召唤出一个女武神。齐格召唤出阿尔特斯特，对城之内的怪兽发动攻击，这要是击中了攻击力只有500的一刀两断侍卫，城之内的血量就归零了。不过城之内早有防备，他发动陷阱卡一元硬币，这张卡会让敌人对攻击力1000以下的怪兽伤害为零。齐格只得感慨城之内的顽强，他盖上一张卡后结束。轮到城之内抽卡，他发现又有怪兽卡，危险机器开始转动，这回还是三。城之内获得了额外抽卡的机会，他立即打出新抽到的命运的宝渣，一个投资在场上不断转动，最后定在6点。城之内能从卡组里抽6张卡，并相应从卡组里除外6张。这下他终于是抽到自己急需的魔法卡飓风。在发动飓风后，齐格的三女武神直接回到了齐格手卡，不过齐格随即也发动盖着的陷阱卡弗莱雅的苹果。城之内十分诧异，这张陷阱卡在飓风的作用下不也应该回到手里才对吧？齐格表示，这是从场上离开的时候才能发动的陷阱卡，效果就是让自己可以从卡组里抽取一张卡，并且洛格之焰从场上离开的时候也可以发动特殊效果，将女武神布伦希尔德召唤出来。这一幕出现，感觉都要窜逃到周末的女武神去了。
城之内的回合还没有结束，他将地星剑士做祭品，召唤出攻击力1900的怪兽，最大数值6攻击，表示召唤这张怪兽，城之内还能投一次骰子，召唤出的数字乘以200就是怪兽增加的攻击力。城之内投出了6，所以最大值6的攻击力由1900提升到3100。城之内又发动魔法卡星级增幅器，将一刀两断侍卫当祭品掷骰子，骰子掷出了5点。因为一刀两断侍卫是二星的怪兽，再加上5点，城之内就可以特殊召唤一个7星怪兽。城之内因此召唤出真红眼黑龙，这一幕让游戏等人看得都热血沸腾。城之内随即指挥最大值6攻击布伦希尔德，却发现毫无作用，只是让齐哥掉了700点血。原来是布伦希尔德被攻击时，能以降低1000守备力为代价，免于被破坏。城之内只好继续让真红眼黑龙攻过来，布伦希尔德再减少1000点守备力，齐哥也只剩下100点血了。城之内再次设置危险机器，最后盖上一张卡后结束。轮到齐格回合，他依旧很是淡定，只是将魔法零件诺图恩给布伦希尔德装备上，布伦希尔德的攻击力提升到2800，这把剑还可以让对手场上的龙族怪兽都被除外。于是可怜的真红眼黑龙就这样告别了城之内。齐格又发动了魔法卡英雄的吊桥，城之内本局对战每被除外一只怪兽，就可以给女武神提高500点攻击力，怪不得他之前不遗余力的除外城之内的怪兽呢。很快布伦希尔德的攻击力就涨到了5000，城之内紧张地打开盖卡，发动仲裁的代价，齐格需要选出两张卡跟这张卡一起洗牌，然后让城之内选，如果选出了仲裁的代价，那战斗阶段就强行结束。齐格淡然地按照城之内的说法洗好牌，只可惜城之内虽然一脸郑重，却还是选错了。于是布伦希尔德一剑砍过去，城之内血量归零，自己输掉了这场比赛。游戏看着输掉的城之内觉得十分可惜，真的就差一步了。现在4强已经选出来了，分别是雷贝卡、巴瑞、雷恩和齐格。这时海马的手下已经完成了对齐格的调查，只可惜什么都没查出来，这个人好像突然凭空出现的一样。而齐格过去参加的所有大赛都是举办国当权者特殊邀请的，海马疑心更重了。根据经验，越是隐瞒身份的人越有问题。城之内和游戏等人终于从决斗场出来了，没想到霍普金斯教授突然跑过来说爷爷不见了。原来爷爷腰疼在医务室休息，霍普金斯教授去为他请大夫，可教授在走廊刚好看到雷贝卡决斗的直播画面，教授一时间看入了迷，就延误了给爷爷请医生的时间。等教授带着医生来到病房的时候，就发现爷爷不见了，他那腰疼的动弹都十分费力，怎么可能一个人出去呢？所以教授觉得爷爷肯定是被什么人给掳走了。游戏一些人决定立即先分头去找爷爷，雷贝卡的比赛可能会晚些才能赶过去了。霍普金斯教授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雷贝卡，小姑娘有点失望，不过她也很担心爷爷的安危，只能希望游戏他们快点找到爷爷了。随即这祖孙俩就来到了准决赛的比赛场地，发现这里居然是一个迷你都市，置身于此仿佛来到了格里夫游记里的场景一样。雷贝卡的对手是雷恩，两个天才孩童在这童话世界比赛确实十分合适。但这时原本安静的城市突然热闹起来，竟是很多人自发的来到这里为他们加油鼓劲了。游戏城之内等人正在四处寻找爷爷，突然游乐场广播响起说爷爷在售票口等着游戏，大家于是赶紧赶到售票口，却并没有看到人影，只在雕塑上看到一张游乐园的地图，地图上画着一个标记，愈加有些警觉，认为这地图的背后有陷阱。然而哪怕知道是陷阱，大家也只能一试了。另一边准决赛终于要开始了，第一场是齐格对战巴瑞，他们的决斗舞台设定的是天文台的背景，另一组对战的就是雷贝卡和雷恩了。他们在小人国特设的舞台上对决，两边的战斗同时开始。雷贝卡首先发动攻击，他打出天使的施舍，从卡组里抽取3张卡，然后丢掉2张，因此果然又将堕天使玛丽放到了墓地里。这样一来玛丽就能给他每回合增加200点血了。然后雷贝卡又召唤暴炎少女攻击表示，并盖上一张卡后结束。轮到雷恩回合，他召唤出攻击力1800的大灰狼，并立即让大灰狼攻击暴炎少女，大灰狼一口将暴炎少女吞了下去，雷贝卡开局掉血500点，而大灰狼吃饱喝足趴在一边慢慢消化去了。雷恩随后发动魔法卡荆棘的诅咒，荆棘的诅咒能封印在墓地里发动效果的怪兽，所以玛丽被荆棘拉出来彻底封印了。轮到雷贝卡回合，他召唤攻击力1900的蓝宝石龙攻击大灰狼，没想到大灰狼被击碎后，他肚子里还没来得及消化的暴炎少女又回到了场上，感觉这是不是有点离谱呀，这么忠于原著的吗？此时暴炎少女接着对雷恩发动攻击，让雷恩掉血1400。再次轮到雷恩回合，他召唤怪鸟施救攻击表示，雷贝卡一看怪鸟施救是4星怪兽，只要发动超重力网他就无法攻击了，只是没想到那怪鸟竟然没攻击雷贝卡，反而是将超重力网给击碎了。原来这就是怪鸟的特殊效果，召唤的时候可以破坏对手一张魔法卡或者一张陷阱卡。雷恩一击得逞，才用怪鸟施救去攻击暴炎少女，雷贝卡因此掉血200。雷恩继续发动永续魔法糖果屋，随后才结束回合。
看着眼前的糖果屋，雷贝卡有点懵，他没见过这张魔法卡呀，这卡有什么效果呢？轮到雷贝卡回合，他正要抽卡的时候，就发现糖果屋突然吐出了舌头，那舌头竟将蓝宝石龙缠住后一口吞了下去。不过没多久，糖果屋又将蓝宝石龙吐了出来，蓝宝石龙的攻击力还提升到了2500，可蓝宝石龙也吹气一样的越长越胖，最后竟然将自己撑爆炸了。原来这就是糖果屋的力量，在对手准备的时候让对方的怪兽的攻击力提升600点，但是如果超过2500的话，怪兽就会爆裂，这样一来雷恩就会回血500。雷贝卡有些发愁了，雷恩的卡怎么全都是他没见过的稀有卡呢？这人很有钱吗？雷贝卡也只能发动魔法卡过险的墓穴，双方从各自墓地里选择一只怪兽守备表示特殊召唤。雷贝卡选择蓝宝石龙，雷恩选择大灰狼。雷贝卡随后用蓝宝石龙做祭品，召唤出攻击力2400的绿宝石龙，并用绿宝石龙击碎了怪鸟施救，雷恩血量掉到了2200。轮到雷恩回合，他让大灰狼变成攻击表示，同时召唤了攻击力300的灰姑娘，又根据灰姑娘的特殊效果召唤出南瓜马车守备表示，再为灰姑娘装备上水晶鞋，这样全副武装的灰姑娘就可以直接攻击对方玩家了。只见灰姑娘把两只水晶鞋砸向雷贝卡，雷贝卡血量降至3000，而旋即水晶鞋又穿到了绿宝石龙脚上，这样绿宝石龙就不能攻击灰姑娘，攻击力也会下降1000了，绿宝石龙的攻击力就这样降到了1400。雷恩又大灰狼就轻易地将绿宝石龙吞了下去，雷贝卡掉血400，并且水晶鞋也再次回到灰姑娘身上，还为灰姑娘增加了1000点攻击力。雷恩最后盖了一张卡结束。再次轮到雷贝卡回合，他发动魔法卡对死者的供奉，丢弃一张手卡破坏场上一只怪兽，他选择将大灰狼破坏救出绿宝石龙，随后又发动魔法卡粉碎践踏，在破坏了糖果屋的同时还给了雷恩500点伤害。雷贝卡做完这些，终于指挥绿宝石龙攻击灰姑娘，没想到雷恩赶紧打开圣防护罩反射镜里，将绿宝石龙的攻击反射回去，直接将绿宝石龙击碎了。又轮到雷恩回合，他让灰姑娘再次攻击雷贝卡，雷贝卡的血量只剩下了1300。面对着雷恩这变幻莫测的卡组，雷贝卡真的有点害怕了，难道今天自己要输在这里吗？至于另一边则已经分出胜负，齐哥毫无悬念地获得了半决赛胜利，成为第一个晋级决赛的选手。而游戏等人根据地图上的标记来到了一家中华饭店的门口，难道爷爷是被关在这里吗？游戏随即毅然打开门，走进了阴暗的饭店里。当游戏打开中华饭店的大门时，突然响亮的锣声传来，原本漆黑的房间一下子灯火通明，大家这才看清楚饭店内部装修雕梁画栋，金碧辉煌，而桌上更是摆着丰富的美食。城之内和本田就要冲过去大快朵颐，可一个女孩子忽然从天而降，大家定睛一看，才发现这人不正是之前输给雷贝卡的亚洲女王薇薇安吗？游戏在看向旁边给薇薇安敲锣的人，这不就是爷爷吗？怎么在这里给人干起苦力了呀？原来薇薇安虽然在 KC 大赛中输了，失去了跟游戏对战的机会，可她依然想跟游戏一决高下，所以才做了今天这番布置。然而游戏知道这些，却根本不想与他纠缠。不过游戏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拒绝薇薇安，最失望的竟然是爷爷。难道爷爷真的中了薇薇安的美人计吗？爷爷于是告诉众人，原来之前他在医院里趴着动不了，霍普金斯教授去帮他请医生还没回来，是薇薇安走过来，用中华正骨法轻而易举就治好了他的腰，所以爷爷才同意跟他做这个局，来哄骗自己的孙子。然而游戏显然连爷爷的面子都不想给，薇薇安索性一抬手，直接将爷爷的腰部恢复原状，爷爷立刻疼得趴在地上起不来。这时薇薇安才跟游戏说，你要是不跟我决斗，那我就不治疗你爷爷的腰了。没办法了，游戏只能跟薇薇安动手，他与王样灵魂互换，打算跟薇薇安速战速决。薇薇安计谋得逞，十分高兴，表示这一次可是比武招亲，要是游戏输了，就要当他一辈子爱的仆人。这话气得杏子火冒三丈，却无可奈何。就在游戏跟薇薇安折腾的时候，在小人国里，雷贝卡和雷恩已经进入到白热化的状态，雷贝卡暂时处于下风，雷恩满手都是稀奇古怪的稀有卡，雷贝卡闻所未闻，一时间感到无从下手。轮到雷贝卡的回合，他发动强欲之狐抽两张卡，并召唤黑森林的魔女将南瓜马车击碎，这样灰姑娘就无法直接攻击玩家了。轮到雷恩回合，他用灰姑娘击碎了黑森林魔女，雷贝卡本就很低的血量如今又减少了200点，不过他也发动了黑森林魔女的特殊效果，当魔女被送入墓地时，可以从卡组中将一张守备力1500以下的怪兽加入手牌。雷恩的回合还没结束，他召唤拇指小子守备表示才盖了一张卡结束。轮到雷贝卡回合，他召唤攻击力1600的红宝石龙攻击表示，又从手中发动魔法卡火龙的火焰弹，根据火焰弹的特殊效果可以破坏守备力在800以下的怪兽，灰姑娘因此直接被击碎。然后雷贝卡又让红宝石龙去攻击拇指小子，雷恩赶紧打开盖卡攻击无力化，强行结束了雷贝卡的战斗阶段，雷贝卡只好盖上两张牌结束。
此时他回头看着观众人群，依然没有游戏的影子。雷贝卡感觉有些心酸，为什么这么重要的时刻游戏不在自己身边呢？又到了雷恩回合，他发动魔法卡巨人的修行，将拇指小子做祭品，召唤出攻击力2600的绿巨人。绿巨人冲上来将红宝石龙击碎，可怜的雷贝卡血量只剩下100了，他赶紧打开盖卡命之绳。当己方怪兽因为战斗被送去墓地的时候，可以丢弃所有手卡，将那只被送往墓地的怪兽特殊召唤回来，同时其攻击力还能提升800点。所以红宝石龙再次站在场上，雷贝卡随即又发动盖卡金刚剑的复活，将红宝石龙作为祭品，从卡组中特殊召唤出钻石龙。钻石龙的攻击力就是祭品怪兽的攻击力加上1000，现在他的攻击力是3400。另一边，王样正在与薇薇安决斗，不过其他人的注意力却并没有在王样身上。原来是这里的中华美食太好吃了，城之内和本田吃得全情投入，根本不在乎王样的比赛情况，就连杏子都被馋得转移了注意力，没工夫去看决斗了。这时轮到薇薇安回合，他发动魔法卡五色祥云，召唤出攻击力2500的黄帝龙淑女攻击表示，随后又发动装备魔法，将风雷剑装备在黄帝龙淑女身上，黄帝龙淑女的攻击力提升到2800。薇薇安指挥黄帝龙淑女击碎了黑魔岛，又二次攻击砍了王样一刀。原来这就是风雷剑的特殊效果，可以把怪兽的攻击力变成一半，再额外攻击一次。王样此时血量变为1800。轮到王样回合，他召唤巨盾守卫者守备表示，盖上一张卡后结束。薇薇安回合，他直接指挥黄帝龙淑女攻击巨盾守卫者，王样赶紧打开盖卡圣防护罩反射镜里，结果薇薇安也早有准备，他使出速攻魔法残血剑，这张卡可以让对手的陷阱及魔法效果无效并将其破坏。于是黄帝龙淑女就一刀劈碎圣防护罩，反手又一刀劈碎了巨盾守卫者，黄帝龙淑女的攻击力又变成了1400，准备对王样再次发起攻击。薇薇安也赶紧发动魔法卡飞龙天舞，将卡组中的四张龙族怪兽送去墓地，让黄帝龙淑女的攻击力上升1200。现在黄帝龙淑女的攻击力有2600，薇薇安让黄帝龙淑女直接攻击王样，要是这一刀砍下去，王样必输无疑了。薇薇安因此还扭捏起来。在一边吃得正欢的本田、杏子和城之内都紧张得咽不下去了。只见在这关键时刻，王样将神卡粒子球丢弃，这让薇薇安对他的伤害就归零了。薇薇安十分不甘心地结束回合，觉得自己只能在下一回合干掉王样了。但王样傲然表示，他这一回合就要结束决斗，这话让薇薇安都有点懵。轮到王样回合，他抽卡后召唤出熟练的黑魔术师攻击表示，再发动强欲之狐，从卡组中抽两张卡，接着从手卡发动龙破坏之证，从墓地里将爆裂剑士加入手牌。此时熟练的黑魔术师身上突然亮起一阵光，王样说那光芒就是魔力指示物，在发动魔法的时候就会开始计算。王样发动魔法卡死者转生，将墓地里的黑魔岛变回卡组。这时熟练的黑魔术师身上的魔力指示物已经有3个亮起来了，王样于是立即将其作为祭品，以攻击表示特殊召唤出黑魔岛。王样再将黑魔岛与爆裂剑士融合，召唤出超魔岛剑士黑暗帕拉丁。双方场上及墓地里没有一只龙族怪兽，黑暗帕拉丁的攻击力就上升500点，所以现在他的攻击力足足有4900。黑暗帕拉丁挥刀轻松击碎黄帝龙淑女，薇薇安的血量也归零了。果然想跟王样比，他还是太嫩了。战斗结束后，王样赶紧与游戏灵魂互换，他让薇薇安履行承诺，快点把爷爷的腰疼治好。当游戏等人赶到小人国的时候，雷贝卡的比赛还没有结束，现在雷恩有1700点血，而雷贝卡只剩下最后100点血了。不过看到游戏等人赶到，雷贝卡立刻充满斗志，正好轮到雷贝卡回合，他赶紧指挥钻石龙击碎绿巨人，雷恩的血量也下降到900。雷贝卡盖上一张卡后结束。下一回合，只要雷恩的怪兽守备力不超过2500，他都有信心取胜。结果雷恩没有召唤怪兽，而是使用了新戳到的魔法卡星之金币。他将自己的所有手卡都给了雷贝卡，再根据自己交出去的手卡数量从卡组里抽卡。雷贝卡一脸懵逼地看着雷恩的表演，眼睁睁地看着他将一张纺织机的针交到自己手里。这卡如果用出，自己的钻石龙就完了呀。但雷恩知道，即便如此，下回合只要雷贝卡召唤出900点攻的怪兽，自己还是会输，所以他才要搏一下。只见雷恩从卡组里抽出了一张魔法卡，100年后醒来。雷恩发动后，又将荆棘的诅咒做祭品，从卡组里特殊召唤荆棘鸡。荆棘鸡的特殊效果就是召唤的时候能得到对方一只怪兽的控制权。雷恩控制了钻石龙，于是雷贝卡最终还是被雷恩击败了。不过雷贝卡也没有沮丧，转而拜托雷恩一定要努力战胜齐格，争取获得与游戏战斗的资格。但雷贝卡转头就小拳拳捶起了游戏的胸口，都怪亲爱的你没早点来，我才输了的呀。终于进入决赛阶段，参加决赛的选手就是齐格和雷恩。全世界都在观看 KC 锦标赛决赛的直播，海马集团再次名声大噪。可就在决赛即将开始的时候，竞技场的天花板突然打开了，
紧接着一架直升飞机飞到了竞技场上空，海马从直升机的软梯上一跃而下，他以大赛主办方的身份要求比赛必须终止，这让现场观众一片哗然。随后海马大声宣布，表示雷恩不战而胜，成为 KC 锦标赛的初代王者。结果听到这话，全场的人反而安静了，他们知道这个结果齐格肯定不同意，现在正好看着齐格跟海马社长撕逼。可这时海马却指着齐格的鼻子叫出了另外一个名字，齐格弗里德冯施罗伊德。这个施罗伊德公司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游戏公司，也正是海马集团最大的竞争对手。海马已经调查清楚了，齐格就是施罗伊德公司的社长，他利用假名混入 KC 锦标赛，然后在里面捣乱，之前大家遇到的所有异常都是齐格搞的鬼。因此就仅凭这些，海马这个主办者就有权利取消齐格的参赛资格。然而齐格却丝毫不慌，还嘲笑海马，堂堂海马公司社长，就是怕我夺得你们家 KC 大赛冠军才将我逐出大赛的吧？你可别忘了，这比赛是全世界直播，你做这件事可是在全世界决斗迷面前丢脸的。不过海马早有准备，表示谁说我要把你逐出大赛了，虽然你没了参赛资格，但是我海马大人打算亲自陪你决斗一场。所以果然海马社长是压抑不住排瘾了，打算亲自上阵了吧。眼看两个社长剑拔弩张，雷恩心情十分复杂地走向看台。虽然他成为了这次 KC 锦标赛的优胜者，也成功获得了与游戏较量的资格，可总觉得心里有点不舒服，毕竟他还没有完成最后一场比赛，只能看着两个社长折腾了。场上两个社长已经做好战斗准备，由海马率先开战。海马召唤了 X 首领加农攻击表示，随后盖上两张卡就结束了。轮到齐格回合，没想到他竟然丝毫不迂回，第一回合就亮出了魔法卡女武神的骑行。他利用这张卡召唤出手卡里所有的女武神，分别是茨威特、阿尔特斯特和杜丽特。齐格发动茨威特的特殊效果，召唤时破坏对手一只怪兽，接着又用阿尔特斯特的效果把海马的一只怪兽除外。而阿尔特斯特在这一回合就能用那只被除外的怪兽的战斗力战斗。齐格用发动杜丽特的特殊效果，对手没有一只怪兽被除去，自己的攻击力就能上升100点。现在海马面前没有防守怪兽，如果这三只怪兽一起发动攻击，那海马第一轮就会被秒杀了。齐格对目前的状态十分满意，谁能想到序曲还没开始直接就进入末章了呢？齐格先让茨威特对海马发动攻击，海马打开盖卡发动魔法卡攻击无力化，让女武神的攻击无效，并强制结束战斗阶段。这样一来，女武神的骑行召唤出的怪兽应该都回到卡组才对，可不料茨威特虽然回到了齐格身边，却并没有回到手卡。齐格甚至再次要求茨威特对海马发动攻击，为啥齐格能接二连三的攻击海马呢？不是应该轮到海马回合了吗？原来齐格早就放下了一张速攻魔法卡，时间女神的恶作剧，他直接跳过了海马攻击的回合。眼看茨威特就要砍到海马的身上了，海马赶紧打开盖卡发动机械机关的魔法镜，魔法镜可以发动对手墓地里的一张魔法卡，于是海马就发动了刚刚被齐格用过的时间女神的恶作剧。这样一来，齐格的战斗阶段则被跳过，齐格对此也是有些震惊，不过这样才好玩啊。终于轮到海马回合了，海马召唤了 Z 金属履带守备表示，然后又特殊召唤克隆龙进行守备，克隆龙随即变成了金属履带的克隆体。海马回合结束，现场观众们欢呼声雷动，这场比赛才开局就打得如此精彩。再次轮到齐格回合，他发动女武神的拥抱，将女武神杜丽特改为守备表示，于是竟将海马场上的一只金属履带除外了。原来这就是女武神拥抱的特殊效果，而且由于除外的怪兽增加了一只，所以杜丽特的攻击力也上升了100。齐格指挥阿尔特斯特将克隆龙击碎，又让茨威特对海马发动攻击，海马这下躲不开了，血量因此掉到了2400。海马面色不变地开启了自己的回合，他召唤漆黑的斗龙守备表示，最后盖上一张卡结束回合。又轮到齐格回合，他将杜丽特改为攻击表示，接着用茨威特攻击漆黑的斗龙，守备力只有600的漆黑的斗龙被茨威特轻松干掉。这下海马面前一只可用的怪兽都没有了，他一直被齐格压着打，难道就没办法翻身了吗？而就在众人有所怀疑的时候，海马打开盖卡发动评级四级，这张卡在怪兽被破坏的时候发动，对战双方可以从卡组中特殊召唤一只四星怪兽。海马召唤外龙头守备表示，而齐格则召唤女武神杜丽特攻击表示。这下四个女武神终于在场上聚齐了。齐格回合结束后，轮到海马回合，他发动强域之狐，一次抽了两张卡，又发动了次元融合，支付自己2000点血量，让双方被除外的怪兽在场上特殊召唤。此时海马的血量只有400点了，他发动永续魔法卡魂吸收，这下没有一张卡从游戏中除外，海马就能增加500点血。海马于是让自己的 XYZ 从游戏里除外，以便合体召唤出 XYZ 神龙炮，自己也因此顺利加血1500点。这一手让台下的观众都叹为观止，用最小的代价召唤出强大的怪兽，海马对决斗怪兽真的有着最充分的理解。
海马这时利用神龙炮先将女武神杜丽特击碎，齐格血量降到2500。此时齐格不由想起了一些往事，当年自己的公司和海马的公司竞标，双方都想与贝卡斯合作，可最终自己还是迟了一步，只能眼睁睁看着当年还穿着校服的海马赖人与贝卡斯签约。齐格羡慕嫉妒恨呢，所以今天他一定不能输，一定要努力战胜海马，一雪前耻。轮到齐格回合，他发动尼伯龙根的财宝，将尼伯龙根的戒指装备在神龙炮身上，自己也抽了5张卡。因为尼伯龙根的指环效果，神龙炮变得海马无法控制，程之内对此深有体会，他也知道接下来虽然海马能抽2张卡，却必须扔掉其中的怪兽卡了。齐格这时又用杜丽特做祭品召唤出命运的战车，命运的战车一回合可以给一个女武神装备，能让装备她的女武神攻击力减半，直接攻击对方玩家。此时只见茨威特一跃而上，虽然攻击力变成了800，却一刀让海马的血量降到了1100，而齐格又发动了速攻魔法旋风，破坏了海马场上的魂吸收，这样海马就没法给自己回血了。齐格最后盖了一张卡结束，目前海马再次陷入劣势，他能否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掌握主动权呢？此时海马的血量为1100，而齐格的血量为2500。齐格还给海马的 XYZ 神龙炮带上了尼伯龙根的指环，根据指环效果，海马可以抽2张卡，不过如果里面有怪兽卡，海马就要将那张卡送去墓地。不过海马的运气很好，抽了2张卡竟然都没有怪兽，海马因此盖上了一张卡结束。轮到齐格的回合，他命令女武神茨威特对海马直接发动攻击，海马立即打开了自己的盖卡攻击诱导装甲，将这个装甲装备在齐格的女武神身上，穿上攻击诱导装甲的怪兽才会变成袭击的目标。齐格见此赶紧打开盖卡，发动沃坦的裁决，将手上的一张魔法卡和卡组最上面的卡交换，从而让战斗阶段结束。随后齐格就打出了永续魔法，召唤司掌命运的女武神。齐格让女武神斯库尔德查看海马即将抽到的3张牌，结果一看，齐格把自己都吓了一跳，这海马是忘记洗牌了吗？怎么3张卡全是青眼白龙啊？这样一来他也没什么修改卡组顺序的必要了，青眼白龙于是经过后面两个女武神的效果便直接从游戏里除外了。齐格随即回合结束，他对接下来的战斗胸有成竹。按照他的计划，下回合海马抽卡会抽到2只青眼白龙，但是会有一只因为尼伯龙根指环的效果被强制送到墓地里，那样他就能让阿尔特斯特发挥特效，从墓地里获取与青眼白龙相等的攻击力，这样他分分钟就能灭掉海马了。轮到海马的回合，在尼伯龙根指环的效果下，他首先面无表情地将自己的亲亲老婆送到墓地里，可下一秒海马就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发动了手卡里的死者苏生，将刚送进墓地的白龙再次召唤回来。海马命令青眼白龙去攻击女武神茨威特，茨威特虽然躲开了攻击，但命运的战车却被击碎了，齐格的血量也掉到了1100，这下跟海马终究又站在了同一起跑线。轮到齐格回合，他恼羞成怒地继续发动司掌命运的女武神的 combo， 看了海马的3张牌之后，又除外了他的一只绿宝石龙，然后齐格发动魔法卡施救的羽毛扫，将自己场上的所有魔法卡和陷阱卡都破坏，不过每破坏一张他就能恢复500点血，因此司掌命运的女武神被破坏掉的瞬间，齐格直接回血1500，然后他又用阿尔特斯特和茨威特作为祭品，以手背表示召唤女武神布伦希尔德。轮到海马的回合，齐格再次发动尼伯龙根的指环效果，将海马抽到的怪兽卡送去墓地，不过海马还有宝贝青眼白龙，他指挥青眼白龙攻击布伦希尔德，可他生生扛过了这一次攻击，这就是布伦希尔德的特殊效果，守备力降低1000点后可免受破坏，海马只好盖了一张卡结束。轮到齐格回合，他让布伦希尔德攻击，表示因为场上没有一只龙族，布伦希尔德就可以上升300点攻击力。随后齐格又发动装备魔法灵剑诺图恩，装备上这把剑的时候，对方场上所有龙族都要从游戏中除外，而且布伦希尔德的攻击力还能上升400点，因此齐格兵不血刃的就将青眼白龙干掉了。齐格接着发动魔法卡天马之翼，这回合名字里带有女武神的怪兽可以将一半的攻击力直接攻击玩家，布伦希尔德于是分出1100点攻击力攻击海马，好在海马还有盖卡收缩，将布伦希尔德的攻击力再次减少一半，然而布伦希尔德一剑砍过来，海马的血量只剩下了550。眼看着海马苦苦挣扎，齐格的记忆又回到了过去，想当年他与海马的初见是在一次晚宴上，那时候海马集团和施罗伊德集团同为军火商，可施罗伊德公司却一直被海马集团所压制，在那次晚宴上，海马冈萨郎拿下了一笔大的军火订单，而那生意也正是施罗伊德公司一直想拿到的，这让齐格的父亲十分痛苦，齐格也记恨在心，于是他努力学习，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帮助父亲打败海马集团，但他却没有等到这一天，他的父亲因为在跟海马集团的交手中屡战屡败，最后抑郁成疾，终于发疯了。齐格就这样接任了施罗伊德公司的社长，
他也看开了，决定不再做军火，而转去做游戏，避免与海马集团继续硬刚。结果他想不到的是，海马在掌管海马集团后，竟也做出取消军火生意，改做游戏的决定。齐格被迫卷了起来，只能夜以继日的研发，终于在决斗怪兽领域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却因为在一次招标会上晚到了一步，只能看着海马与幻想工业社的贝卡斯签订合约。决斗怪兽的代理权到了海马集团手里，齐格再次败给海马，施罗伊德公司再次败给了海马集团，这让齐格终于再也无法承受，开始想从背后捣乱。只要在今天的决斗中，他当着全世界游戏迷的面战胜海马，就能让海马集团一败涂地。海马听了齐格生生血字字类的指控，一脸不以为然，你说的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明明是自己不行，却要怪对手太强吗？现在他海马就要用事实说话，让齐格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强者。轮到海马回合，他抽了两张卡，里面并没有怪兽，随后便发动了抽到的魔法卡天使的施舍，从卡组中抽三张卡，再丢掉两张。海马将青眼白龙和漆黑的斗龙舍弃，这操作让齐格十分不理解，怎么还亲手将自己的王牌怪兽往外扔呢？而接着海马就用墓地里的青眼白龙和漆黑的斗龙除外，特殊召唤出攻击力3000的混沌地龙。混沌地龙的特殊能力就是将双方手卡和场上的所有卡都送进墓地，不过发动这个效果要扣掉1000点血。海马因此盖了一张卡后，发动速攻魔法卡应急食品，将他自己刚刚扣下的那张卡送去墓地，让自己增加1000点血。就这样一通操作下来，混沌地龙的特殊效果终于发动，场上顿时陷入一片火海。等火焰熄灭后，战场上真的是一片荒芜，啥都不剩了。齐格的血量也因为刚才的攻击而减少到了1100，齐格真的十分不爽。轮到他的回合，他发动强欲之狐，抽了两张卡，随即便打出永续魔法卡魔力的布施。在恢复自己1000点血的同时，双方玩家可以每回合先预测魔法卡的使用数量，没有一张魔法卡就可以恢复双方500的血，不过如果预测张数不对的时候，就要受到1000点伤害。这一回合齐格预测魔法卡是一张，就是他即将打出来的魔法卡中牧之光。他随即支付1000点血量，从墓地里特殊召唤出女武神布伦希尔德。不过这一回合海马也可以从墓地里选择不超过2000攻的怪兽特殊召唤，海马选择了洞穴的潜龙，但这条龙的出现让布伦希尔德提高了300点攻击力。布伦希尔德随后提刀将洞穴的潜龙直接砍死，海马的血量也减少到了950。轮到海马回合，他直接预测魔法卡会有4张，齐格都懵了，海马的手卡只有1张，却一元有4张魔法卡，这胆子也太大了吧。眼下两人的血量全都上升2000点，海马发动第一张魔法卡削面的宝渣，将手牌增至5张，随后他用发动新抽到的魔法卡魂之解放，从双方墓地里选择最多5张卡除外。海马除外了混沌地龙，接着又发动魔法卡再生，把手上的2张魔法卡送去墓地，并将墓地中的1张魔法卡加入手牌。于是就这样，海马支付2000点血量，终于发动了次元融合，双方能把各自被除外的怪兽尽可能的在场上特殊召唤。海马特殊召唤了所有被除外的龙族怪兽，而齐格因为没有除外怪兽，只有布伦希尔德在场上。此时海马有3只青眼白龙和混沌地龙等龙族怪兽战场，看起来真的十分霸气。不过他随即就用绿宝石龙攻击布伦希尔德，绿宝石龙根本不是布伦希尔德对手，海马因此只剩下50点血了。好在龙族减少一个，布伦希尔德的攻击力也下降300到了3000。这一幕看得齐格等人有些懵，海马刚刚为啥要让怪兽自杀呢？但随后众人就明白了，只见海马又让3000点攻的混沌地龙攻击布伦希尔德，布伦希尔德只能降低1000点守备力保住性命。海马再次让青眼白龙攻击布伦希尔德，这下布伦希尔德的守备力彻底清零，因此当第2只青眼白龙攻击布伦希尔德的时候，布伦希尔德终于被击碎。海马最后让第3只青眼白龙直接攻击齐格，齐格血量瞬间清零，他再也没有喘息的机会，终究还是输在了海马手里。海马神气活现地走下擂台，他用自己的实力告诉全世界的人，永远不要想着对海马集团动手脚，否则就只有失败一个下场。他安排手下收拾残局，并重新发表了这次 KC 锦标赛的决胜的结果，表示很快就要举行雷恩与卫冕冠军武藤游戏的对决了。安排完工作的海马转身离开，但齐格却一脸阴险，显然并没有认命，他似乎还在酝酿什么阴谋。最后的对决即将开始，这次对决的场地在青眼白龙城堡里，城之内等人被木马请进了城堡，还安排了最佳的观赛地点，他们不由得感叹认识主办方的人真是好呀。这时游戏和雷恩从城堡长长的走廊里走过，他们即将登上赛场了。游戏与王样灵魂互换，决定一定要给所有人带来一场精彩的对决，可雷恩却发现自己的通道尽头站了一个人，那人正是阴魂不散的齐格。他递给雷恩一张卡，表示这张卡是能帮助他干掉武藤游戏的秘密武器，雷恩纠结了许久终于收下了。随即在观众的欢呼声中，王样和雷恩站上了决斗台，
一场赌上决斗王称号的世纪大战即将开始。两人按照惯例互相切牌，看着王阳那张友善的脸，雷凌竟然心虚的不敢直视。而此时刚刚战胜了齐哥的海马也站在了观众席上的最高位置，让程之内还十分不爽，但木马却有些心疼。他知道哥哥现在肯定无比希望那个站在决斗台上与王阳决斗的人是自己，可他为了海马公司的未来只能忍着排瘾站在观众席上。哥哥真的太伟大了。随着海马一声令下，王阳与雷恩的决斗正式开始。首先是雷恩先手，他神情严肃地召唤大灰狼攻击表示后便结束了。轮到王阳回合，他发动魔法卡融合，将手中的幻兽王与巴丰特融合成有意幻兽奇美拉。奇美拉一口就将狼外婆装扮的大灰狼咬碎，雷恩掉血300点，不过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他立即召唤出小红帽守备表示，随后便结束了。小红帽可爱的样子让在场不少女孩子都十分喜欢，可雷贝卡却知道这个满手童话卡的男孩子有多么深藏不露，他绝对是扮猪吃虎的典范。但雷贝卡也有些想不通，为什么他连盖卡都不用呢？雷贝卡觉得雷恩有问题，海马也觉得雷恩表现的与之前不同，一时间也不知道因为什么。至于场上的王样更是察觉出来雷恩现在太严肃了，平时他是很享受战斗的，这孩子究竟经历了什么呢？而与此同时，海马的手下突然在电脑中调查出雷恩的惊人身世，他被吓得魂不附体，只想赶紧去找海马将这个爆炸性的消息告诉他。决斗场上轮到王样攻击了，他召唤精灵剑士，让精灵剑士冲上前将小红帽劈碎。可大家还没来得及高兴，雷恩就发动了小红帽的特殊效果，可以特殊召唤出等级是4以下的战士族怪兽。雷恩召唤了三只兽人攻击表示，而当三只兽人被成功召唤的时候，可以除外场上的一只兽族或者兽战士怪兽，这明显是冲着王样的奇美拉来的。果然奇美拉被三只兽人一剑击碎，这时雷恩告诉王样，尤其一直是自己的偶像，本来与偶像决斗无论输赢都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可是如今他只能为了使命必须赢得这次比赛。王样和游戏都十分好奇雷恩说的使命究竟是什么呢。这时海马的手下终于赶了过来，将自己调查的结果说了出来。原来雷恩的身份也不简单，他是施罗伊德的另一个儿子，也就是齐格的亲弟弟。齐格随即也出现了，他告诉众人，从天赋上来说自己其实还不如这个弟弟厉害，所以他才会提前暴露自己的身份，把弟弟保送到今天这个位置。齐格表示自己虽然输给了海马，但如果全世界的人看到雷恩战胜了王样，大家就会重新将施罗伊德家族放在心上，他们的地位将在游戏界不可撼动，施罗伊德公司就可以借势发售新游戏。现在海马的整个 KC 锦标赛都等于是在给施罗伊德公司做嫁衣。海马觉得齐哥的迷之自信十分好笑，你以为武藤游戏是一个可以让你摆布的人吗？那可是我海马唯一官方认证的对手，整部动漫的一番大男主，就凭你一个心术不正的人的弟弟是绝对打不过他的。王阳看着眼前这个满脸纠结的小男孩十分痛心，他很想雷恩能迷途知返，可一边的齐哥不断的 PUA 弟弟，让他不要忘记父母的期望和自己的栽培。其实雷恩小时候一直过得十分孤单，哥哥是优秀的家族继承人，妈妈几乎将哥哥锁在房间里拼命学习，让他成为集团夺回荣耀的一个工具。至于雷恩一直只能远远看着，好像他是完全多余的，好像自己多看哥哥一眼都会耽误哥哥进步一样。不过雷恩从来没有怨恨过家长的区别对待，哥哥是他的骄傲，他只能一个人默默地承受孤独，还时常为帮不上哥哥而苦恼。后来雷恩遇到了决斗怪兽游戏，觉得自己灰暗的世界里有了光，而武藤游戏就是他的太阳。雷恩终于忍不住开始悄悄参加一些比赛，甚至还获得了优胜。齐哥早就知道弟弟的一举一动，却并没有阻止，还表示现在家族生意转向了游戏行业，所以雷恩出色的决斗才能正好可以帮哥哥的忙呢。雷恩压抑已久的阴霾终于散开，他终于知道自己也是有用的人，也能跟哥哥一起为家族生意做贡献了。所以如今雷恩也下定决心要扛起复兴家族的重任，他要打败王样，让施罗伊德的名声响于世界。轮到雷恩回合，他召唤铁汉斯攻击表示，在这张卡被召唤成功时还可以从卡组里特殊召唤出铁骑士。他发动魔法卡铁之劳兰，将场上的一只怪兽送入墓地，可大家都没想到雷恩竟然将自己的怪兽铁汉斯送入墓地里。原来铁汉斯被送入墓地后能发动特殊效果，让铁之骑士被封印的力量得到解放，攻击力因此上涨到1700。随后雷恩就指挥铁之骑士攻击精灵剑士，又让三只兽人直接攻击王样，王样的血量因此直接掉到了2500。这下就连爷爷都对雷恩十分佩服，这孩子是真正的决斗者，不只是因为他有着超常的才能，最主要的是他对决斗卡牌十分珍爱，所以卡牌才会以同等的感情回报他。王样虽然遭了重，但也觉得雷恩表现得非常出色，得到王样的肯定，雷恩十分开心。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能用这副卡组与王样对战。小时候的雷恩只能看童话书过日子，童话书就是他唯一的朋友，
因此在后来他还写信给贝卡斯，希望他能多出一些童话系列的卡片。没想到贝卡斯还真的听取了雷恩的建议，雷恩很想用自己的这些童话卡片打倒王样，所以今天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哥哥，他都不能输。王样这边也决定认真起来，雷恩是一个值得敬佩的决斗者，自己只有全力以赴才对得起对方身为决斗者的荣耀。轮到王样回合，他召唤出皇后骑士将森之兽人击碎，再盖上一张卡后结束。再次到了雷恩回合，没想到在这回合的准备阶段，被铁之劳兰送到墓地里的铁汉斯再次出现在场上。虽然让刚才的铁之骑士攻击力又回到700，但铁汉斯的特殊效果也发动了，他又特殊召唤出一只铁之骑士。雷恩旋即发动魔法卡纺织机的针，还直接将其定在皇后骑士身上，皇后骑士因此沉睡三回合以后才会被特殊召唤出来。这一下王样的场上又没怪兽了，雷恩指挥铁汉斯直接对王样发动攻击，王样立即掀开盖卡，圣防护罩反射镜里不光反射了铁汉斯的攻击，还成功的将雷恩所有攻击表示的怪兽都击碎了。然而雷恩马上从手卡发动魔法卡生命之水，将铁汉斯从墓地里特殊召唤。有了铁汉斯，铁之骑士自然就会跟着一起上场了。又轮到王样回合，他发动强欲之狐，一下出了两张卡，其中一张卡正是棉花球，他微微一笑，直接就用这个小可爱做祭品，召唤出了黑魔岛少女，让雷恩看了满眼惊现。而黑魔岛少女一上场就将铁之骑士击碎，雷恩血量降至2100。轮到雷恩回合，他也发动了强欲之狐，连出两张卡，没想到这一次他抽到的正是齐格在比赛前塞给他的卡片。雷恩的面色一下子凝重起来，他记得哥哥将卡交给自己的时候特意说过，这是专门为自己准备的稀有卡牌，一旦抽到以后一定要使用它。于是雷恩毫不犹豫地将这张魔法卡施特龙贝格的黄金城打了出去，随即一座巍峨的黄金城出现在雷恩身后。这张卡绝大部分人都没见过，但是那黄金城带给人的震撼和压迫感却是真实存在的，甚至连海马集团的电脑系统都好像被干扰了。海马一下愤怒地看向齐哥，雷恩发动黄金城的特殊效果，可以从卡组中特殊召唤出一只4级以下的怪兽，他召唤出灰姑娘攻击表示，而灰姑娘召唤出来的时候又可以特殊召唤出南瓜马车守备表示，并装备上了魔法玻璃鞋。当初雷贝卡就是被雷恩这招干掉的，因为南瓜马车在，所以灰姑娘可以直接攻击玩家，他的玻璃鞋一下将王爷的血量砸掉了300，并且当灰姑娘发动攻击之后，砸掉的玻璃鞋还能装备在黑魔岛少女身上，让黑魔岛少女的攻击力下降了1000。现在所有人都在好奇施特龙贝格的黄金城到底还有什么作用，还是霍普金斯教授见多识广，他说贝卡斯在做决斗卡的时候有一些试制品没有流入市场，看起来这卡就是其中一张。几年前这卡曾经被当作某次决斗大会的获胜奖品，一般来说试制品是无法在实际战斗中使用的，基本上都是由收藏家将卡片收藏，没想到今天居然有机会看到这张卡被启用了。霍普金斯教授告诉众人，一般来说这种卡是无法在电脑系统中显示的，不过看来齐格应该是解开了海马集团系统的禁制，所以齐格之前入侵海马乐园表面上是给海马集团添堵，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开这张卡的禁制呀。齐格这么做绝对算是作弊了，不过海马冷静下来后却并不在乎这些，真正的强者从不抱怨环境。一旁雷恩也终于知道这卡的情况，他犹豫了，因为想堂堂正正的赢王样，不想通过作弊和禁卡获胜，可齐格却 PUA 弟弟，想获胜就要不择手段，否则就是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家族。王样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说齐格简直是污蔑决斗者的荣耀和自尊，齐格完全不配称为一名决斗者。齐格自然对王样的话嗤之以鼻，对他而言决斗只是他获取地位和财富的途径罢了，什么决斗者的灵魂，决斗就是玩游戏，玩游戏能有什么灵魂。然而他说这话得罪的人可就多了，王样愤怒地指责齐格根本不知道一路走来众多决斗者们坚持的到底是什么，更不明白热爱决斗的人究竟怀着一颗怎样赤诚的心，一个连决斗游戏的真谛都不懂的人能做出什么好游戏来。雷恩看着哥哥扭曲的脸，终于下定决心，他表示自己愿意为哥哥努力，也愿意为了家族战斗，可自己想堂堂正正的决斗，不希望用作弊的手段获得利益，所以他拿出旋风想将自己身后的施特龙贝格的黄金城破坏，却不料黄金城依然屹立不动。齐格表示施特龙贝格的黄金城是无法用任何魔法卡或者陷阱卡破坏的，而且黄金城的作用威力可不止于此，这张卡被召唤到场上的时候，之前他预埋的病毒程序就会开始全面扩散，海马集团的所有程序都会以电光火石的速度被感染，海马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阻止这种入侵的。这里也是没想到这个齐哥感觉更适合当黑客呀。此时雷恩看着王阳一脸歉意，都怪他将潘多拉的魔盒打开才造成今天的损失，不过王阳却告诉雷恩，你是一个真正的决斗者，所以无论何时都不要放弃，要让你哥哥看看真正决斗者的荣耀。眼看着王样斗志满满的样子，海马也转身离开了，他说这已经不只是王样一个人的战场了，他也要去跟王样并肩作战才行。说罢海马带着木马转身离去，
战斗继续，南疆的齐格越俎代庖，发动了施特隆贝格的黄金城的特殊效果。大家眼睁睁地看着黑魔导少女自己动了起来，她举起魔杖攻击南瓜马车，却不料南瓜马车毫发无伤，黑魔导少女自己却被击碎了。王样也掉了500点血，水晶鞋又回到了灰姑娘脚上。这事情发生的太突然，连人自己都没反应过来。还是齐格给大家解释，表示当施特隆贝格的黄金城在场上，轮到双方的回合时，就会强制对方进行战斗。而且当对方怪兽攻击时，那只怪兽的一半攻击力会变成对对手玩家的损伤。所以黑魔导少女碎裂的同时，王样还遭受了500点攻击。这就意味着就算王样不发动攻击，也会被自己怪兽的攻击力反噬。这卡简直是流氓啊。可是爷爷和霍普金斯教授总觉得事情不简单，操纵如此强大力量的卡应该也需要付出同样大的代价才行。这时海马已经来到了控制室，他指挥工作人员赶紧把中了病毒的程序删掉，不能再让病毒的影响力扩大了。电脑小天才木马也来帮忙，大家齐心协力一起与齐格对抗。此时王样也在思考如何战胜施特隆贝格的黄金城，魔法卡和陷阱卡都不能伤害到黄金城，而且召唤出的怪兽也会因强制战斗而使自己的生命值削减，不召唤的话又会直接被攻击，这看起来是一场不会胜利的战斗。然而王样的字典里就没有放弃二字，他一定会想到对付这变态城堡的方法。王样没有召唤怪兽，只盖了一张卡就结束了。又轮到了雷恩的回合，齐格说想要维持黄金城的效果，就要在准备阶段将卡组的一半卡送进墓地，不过这个维持代价却是由对手玩家支付的，这让雷恩更加觉得过分。所以这所有的规则感觉都是齐格自己写的吧，自己印卡就是爽。虽然所有人都知道这是齐格的霸王条款，然而在战斗中的王样也只能遵从，他真的将自己的一半卡牌送入墓地。这样一来，王样用不了几回合就没卡能用了。不过现在齐格的主要注意力也并不都在王样身上，反正过不了多久海马集团的电脑系统就会崩溃，病毒会快速扩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到时候海马集团的所有游戏数据都会消失一空，海马的游戏王国必然土崩瓦解了。轮到雷恩回合，他召唤大灰狼攻击表示，结果他还没做什么，齐格便再次发动黄金城的特殊效果强制战斗，指挥灰姑娘对王样直接攻击，王样血量只剩下400了，然后大灰狼又冲上去想吞掉王样，眼看王样就要葬身狼口了，他终于掀开了黑魔术的报复。这张卡在对手攻击时可以从自己墓地里特殊召唤出一只魔法始祖怪兽，王样于是召唤出黑魔导少女，黑魔导少女击碎大灰狼，雷恩掉下200点，并且这一局战斗结束后黑魔导少女就会自行破坏，齐格的黄金城也无法操控它了。终于又轮到王样回合，刚好纺织机的真的效果失效，皇后骑士结束沉睡再次回到场上，王样盖上两张卡后发动魔法卡天降的爆炸，双方玩家可以将手卡抽到六张为止。王样又召唤出国王骑士攻击表示，现在国王骑士和皇后骑士都在场上，杰克骑士也随即被特殊召唤出来，王样又发动魔法卡皇家大顺，将三个骑士作为祭品从卡组手卡或者墓地里特殊召唤出攻击力2400的皇家大顺斩击者，王样立即发动皇家大顺斩击者的特殊效果，将卡组里从一星到五星的怪兽各送一只进墓地，从而破坏对手场上的所有卡片。王样于是挑选了五张卡，此时只见皇家大顺斩击者的长剑发出璀璨的光芒，他一剑劈下，场上雷恩的所有怪兽全都消失了。然而消音散尽，施特隆贝格的黄金城依然屹立不倒。齐格哈哈大笑，他都能随便写卡片说明了，自然能让怪兽效果也对黄金城无效。然而王样还是没放弃，他发动魔法卡虫洞跳跃，将自己的一只怪兽直到下次对手准备阶段从场上除外，这样自己的怪兽就不会反噬自己了。轮到雷恩回合，他正在准备阶段，齐格就告诉王样，现在必须将卡组中的一半放到墓地里，作为维持黄金城的代价。可王样却说他做不到啊，因为现在王样卡组里只剩下一张卡了，难道要把这张卡撕成两半吗？而现在王样无法支付黄金城维持下去的代价，黄金城自然就应该被破坏了。齐格大吃一惊，他千算万算都没算到王样的这一招，这孩子卡组里的牌咋这么少啊？他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搞到的黄金城逐渐消失，才知道原来王样刚才那么努力的往墓地里送卡就是这个原因。既然魔法卡、陷阱卡、怪兽效果都无法消灭黄金城，那不给你支付代价不就行了？这边黄金城已消失，另一边的木马就将病毒程序控制住了，海马赶紧指挥大家备份系统重新启动，齐格用病毒作为最后一张王牌的计划看样子也要失败了。齐格似乎还没明白自己的处境，他震惊过后还是没有绝望，反而看着王样硕果仅存的一张卡怪笑起来，不相信只剩下一张卡的王样还能战胜他天才的弟弟。雷恩实在不忍看下去了，他真想认输结束战斗，但王样却表示现在一切阴谋都消失无踪，接下来就是我们真正的决斗啊，只要手中还有卡牌就不能放弃。于是在王样的鼓励下，雷恩重新振作起来。此时王样的皇家大顺斩击者回到了场上，雷恩发动死者苏生将灰姑娘救活，南瓜马车自然也跟着回来了。
随后雷恩用灰姑娘和南瓜马车做祭品，召唤了攻击力2600的特路德夫人攻击，表示特路德夫人击碎了皇家大顺斩击者，王亚的血量只剩下200点了，而特路德夫人每破坏一只怪兽就会提高400点攻击力，因此现在他的攻击力有3000点了。轮到王亚回合，他抽出了卡组里最后一张卡，看起来果然是能翻牌的卡片了。他随即盖了一张卡后发动魔法卡应急食品，将场上的一张魔法卡或者陷阱卡送进墓地，恢复了自己1000点生命值。王阳又发动死者苏生将黑魔岛救活，接着打开盖卡失灵巫术，可以从对手墓地里随机挑选出4只怪兽，以手背表示召唤到对手场上，这些怪兽没有一只被破坏，特路德夫人的攻击力就会减少600。王阳又打开盖卡，那是一张扩散的波动，王阳支付1000点血量，能让等级7以上的魔法使族怪兽攻击对手的所有怪兽，于是黑魔岛出马，一口气将雷恩场上所有怪兽都消灭了，雷恩的血量自然也清了零。众人都没想到，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王亚居然还赢了这场决斗。可这时候齐格气急败坏地走过来说，决斗输赢没关系，反正海马集团的电脑里都是病毒，就算电脑想恢复也需要不少时间，他趁这个机会可以努力地搞各种幺蛾子了。然而这时海马带着木马出现，表示他其实也早有防备，海马集团的主电脑已经修复完成，所以齐格的所有阴谋全都失败了。齐格终于跪在了地上，自己难道怎样也赢不了海马吗？海马在上面杀人诛心，表示不是你，是所有人。只能说海马还真是有点厚脸皮，忘了自己好几次被打败的经历了吗？而看到哥哥痛苦的样子，雷恩小天使反过来安慰他，通过这场决斗他明白了只要不放弃就永远有希望，所以他希望能和哥哥继续努力，这样终究会得到想要的东西的。 KC 大赛至此圆满结束，王样还是决斗怪兽真正的王者。海马履行承诺，派出私人飞机将大家送回日本，王样和游戏将开启更精彩的旅程。我是黑白，再见。